中天又视力退化的王先生，知道此季志工来关怀，带着大家来看他漏水的家。因为僵直性脊椎炎，行动上不方便，陈先生说遇到大雨，晚上他会到屋檐下休息，白天再进屋补眠。房子漏水潮湿，志工看在眼里，也相当心疼，已经评估如何修缮。台风警报发布，天气状况不稳定，志工们走访关怀，期盼大家平安。台新闻真善美志工李黎中高雄报道。